3.8位从石像中复活的奥特曼，你觉得谁最厉害呢？让我们一起长按点赞3秒，为奥特曼加油吧。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顺着少女漂流的轨迹，迈出车站的前一刻，竟有些犹豫。不禁笑着，轻响亲切，忍无可避。而长夜的天，依旧那么冷，却记得从前。从前初识这世间，万般流连，看着天。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间，万般流连，翻过岁月不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我曾远赴八月世界之那夜，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挣扎，不做挣扎，不惧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弹出盛夏，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。逆着光行走，任风吹雨打。最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。从前初识这世间，万般流连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间，万般流连，翻过岁月不同侧脸，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。我曾难自